如果你放下枪，也许还能留条命。 Proceed. 这些东西，有了它，就有无数无数的人为你卖命。郑警官，再见。来。
We'll go over there. Zhuge! Chinese embassy.集团，我手里有证据，现在我去大使馆，你赶紧报警。喂，喂，子琪啊，车祸的调查是什么结果？当地警方说，肇事车辆逃逸，车祸后，出租车司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梁逸晨下落不明。他女朋友那边有什么情况吗？暂时没有。那你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新盛集团的情况。新盛集团在 M 国扎根很多年，他们一直以对外经营的赌场为掩护，在该集团从事诈骗的成员都是国内人士。这是新盛集团的赌场大楼，一二层呢是赌场和大礼堂，二三层之间呢有一道铁门，三层是安保和员工宿舍，四五层是办公区。这个人叫方根正，是杀猪盘的培训师。你们想不想挣钱？想。今天我们将一起杀猪过年，兴不兴奋？想。38岁，符合人，无案底。梁逸晨就是被他招进杀猪盘的。负责安保的叫元宝。好，一定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都他妈给我大点声！这是哪儿？往回机场。我说我说，这妞不错，我先验货。他们公司的老总叫杨丽。欢迎我们集团的杨总，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公司。他们上面应该还有其他人，而且元宝和杨丽都是化名，我们目前没有找到他们的任何信息。断卡行动之后，跟新盛集团有关的100多个账户调查的有眉目了吗？犯罪分子非常狡猾，他们的账户应该在几百到上千个，资金在5亿以上，我们正在逐一调查。现在很多杀猪盘呢，人都在东南亚，但是呢，他们的服务器却在欧洲。我想这个兴盛集团呢，它的服务器应该离得不远，要不然这个梁逸晨啊就不会在这个国家。现在我们掌握的这些资料有可能都是小屠夫，而真正的屠夫可能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杀猪盘有关的案件呢，涉案金额大，而且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我们必须尽快的破案。咱们这次的行动就叫猎徒。宝哥，哎，你辛苦辛苦，俺亲自来接，应该的。来，这边这边这边啊，这边，来，往前，咱们大家跟着往前走啊，往前走，来，这个车就是啊，咱们上车。我估计那边就是，黄秘书长吧？哎呀，是，哎呀，你好，欢迎，对，前面，快，后边稍微快点走，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郑总。
这位是商会的周秘书长。哦，周秘书长，你好，你好，郑总，你好，这是我们公司的两位同事。哦，啊，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咱们走吧，我先开车啊。这边就是太热了。是啊，是啊，是啊，还好，还好。大家安静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们集团安保部的这个经理啊，元宝，宝哥。今后啊，大家在这儿的安全问题就由宝哥来负责。在外打工挣钱，安全最关键，是不是？对对对。这个大家以后有事儿尽管找我，啊，除了办不了的，其他都能办啊。对对对。来，宝哥。是他们的护照。好好。哎呀，黄秘书啊，这回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啊！郑总啊，别跟我们这么客气，能为国内来的同胞服务啊，是我们的荣幸啊。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好，谢谢谢谢。你看，周秘书长还亲自为我们开车。什么秘书长啊？打杂。哎，空调太大了吧？不是不是，你这个车上什么味道？啊，不好意思啊，因为我怕蚊子，这个味道是我特制的香料。啊，这里的蚊子的确很厉害啊，你小心一点。把自己行李都拿好啊！下车先拿行李啊！来来来来来，快看！哎，往哪看呢？啊，这边。我就看一眼。这。哎，往里走，往里走啊！照什么照？往前走。就这儿哦，好，好，好，这儿特别安静，很多方面都符合你们的要求，就是生活上不太方便。哦，不太方便。哎，这附近有个便利店，什么都买得到。我们刚才来的时候已经看到了。好，这环境还挺不错的，离赌场近吧？哦，哦，哟，这蚊子还挺大的。哎，你要小心啊，这里的蚊子很厉害的，可能会咬死人的。救了你一命啊！谢谢郑总。好，那你们先回去休息，晚上商会的领导要给你们接个风。好，那咱们晚上见。晚上见。啊，一会儿见。好，感谢，辛苦了。好。啊，你们四个这边，后面快一点，后边的走快点。这边，来，这两个女生，这一什么呢？啊，我刚来，我转转熟悉一下环境，有什么好适应的？回去。有句话说得好，愁城难破酒当君，世道难行钱做马。我们这个公司是个能赚钱的公司，
能赚大钱的公司。杀猪其实很简单，总共分五步。第一，锁定目标，分析目标，根据目标需求设定人设。对不起，美女，这儿不能拍照。不好意思。我们赌场有线上网站，您回国了还可以继续玩，要不要试一试？我说呢，这儿没有人，还有荷官在发牌。原来你们是线上操作啊。第三，培养感情，获得信任。来来来来来，欢迎大家，欢迎欢迎。来，喝，谢谢啊。这次郑总一行啊，是为了考察投资环境，待的时间可能会久一点。欢迎欢迎欢迎。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们。您太客气了，我这阵忙，有时候不在的时候就找老周啊。他在这边待了这么多年了，比我都熟。那就谢谢周秘书长。我只会喝两口。好，喝酒。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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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啊！来。第四，花小钱养肥猪，请君入瓮。宝贝，你真好。我啊，跟你一块入股这博彩网站。到时候我挣了钱，给你买架波音747。不过得需要投一大笔资金才能买飞机哦。好，我马上给你打100万。哎呀，你这么真心对我啊？一般人可没这个机会。充好了告诉我一声，我要飞了，拜。对不起，这里不让上。杀猪的最后一个环节，一旦钱进入我们的账户，就可以拉黑。钱才是王道。Who are you looking for? We are here for Officer Nankang. Okay, this way, please. The writ you need has been requested already, but you need the effective one to take action. 搜查令的申请已经递上去了，只有等上面批下来，我们才可以开始行动。You cannot act as your current status, so I will ask Hong Tai to assist you.他的意思是，我们的身份在这边行动不方便，所以派了洪泰副警长来协助我们调查。哦，啊，谢谢他们，暂时还不需要。如果我们要需要的话，再恳请他们帮忙。好 ，Not for now. We will come for aid if necessary. Okay. For your convenience, we prepared some documents. Thank you.这是我们在这边开展工作需要的各种手续。哦，谢谢。不用谢。喂，招了吗？没有。最近国内警方的断卡行动，导致咱们的资金根本无法转账出境。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密码必须从他嘴里撬出来，要不就让您白干了。放心吧。这新盛集团的方根正，他可靠吗？以我对他的了解，到目前为止，他不敢不可靠。所以你知道我回来一趟很不容易，我儿子多想。不知道你干这行吧？
他能知道我干这个？给你看一些东西啊。这个人呢叫唐红，前不久在网上认识了一个老乡，对他很体贴，两个人很快确定了关系，准备谈婚论嫁。为了婚房首付，对方呢邀请他一起玩博彩游戏，他是。 越玩越输，直到他的未婚夫消失以后，他才知道他的照片、身份以及悲惨的身世都是假的。他除了欠100多万的债，什么也不剩，走投无路，割腕自杀。死的那天是他30岁生日。这个人叫赵佳音。 是府河电视台很有名气的一个主播，他被杀猪盘害了以后呢，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我想你儿子要是知道你搞杀猪盘害了那么多人，他会怎么想？杀猪盘这个事儿，你是干不了了，说不定你还能背上一口黑锅。 你要是死了，老板一分钱都拿不到，你就是说了，你也得死。咱俩合作，共赢。你说这个方根正，回去都2天了，别说提供梁亦辰的消息，连他自己都失联了。他不会有问题吧？ 再等等，再等等。还是不肯找吗？我会想办法的。留一份文章。是。文艺小清新。谢谢。你是海归。啊，艺术奇才。谢谢。哎，我跟你说啊。 这个业务手机只能聊业务啊，不能聊其他的啊。小陈，文艺小清新。<笑>
钥匙干嘛呀？不是，这个猪已经养肥了。方老师，我可都听见了啊，你偏心，人家也养。谢谢根哥。恭喜2319号员工刘美美，开单20万。听说有人创下了咱公司新人最快开单的记录。杨总，是我是我。干得不错。谢谢杨总。继续努力。嗯。同样的一批人，有的人已经开单了，有的人到现在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别乱看，说你呢，你工作的时候怎么总是心不在焉？我有点不太适应，就是想家了。特别理解。元宝，杨总，把电话给他，给家里打个电话。好，我来安排。看什么看啊？都他妈没事干是吧？妈，你放心吧，我在这边一切都好。拜拜。该做的我全做了，剩下的就看你了。如果还没什么业绩的话，就按规矩办事。哎，你就这么弄了啊，听见没？怎么样，美美，聊的还行吧？挺好的。你这样，帮我去复印个材料。不着急，复印好啊。哎呀，你说说你啊，叫你工作认真一点，你看把杨总气的，有那么难吗？来来来来来，我帮你开个张，你就照着这个话术本嘛。你看啊，诚意是我的上限。我。你的心情啊，我很理解，但是啊，你千万不能急。不是，这都五六天了，你们也一点消息都没有吗？我们真的无可奉告。那就一直这么干等下去吗？你说对了，不仅你要等，我们也要等。你好，欢迎登机。哎哎哎，好。你好，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您先坐好。安全带全扣要干什么？我报名了，去救我的人。这不是儿戏啊，会死人的，你知道吗？那等你们，我的人早死了。
看什么看？你弄啊！有什么不懂你告诉我啊？哪个？先给我来3万。我就3万。恭喜688号员工陈倩，开单3万。我叫你给我拿东西，你怎么才下来呀？啊！赶紧的，快！看什么看？赶紧去拿，拿完赶紧回来啊！不要乱溜达。干什么呢？我哎，我叫你拿个东西跑这儿来干嘛？找不着路你问一声啊！上来，方老师，啊，我找他有点事儿，快点！干什么呀？这是东跑西跑的。杨总叫你过去，就不，人家就喜欢你嘛。你说到时候送我什么呀？你是警察？我不是警察。谁派你来的？赶紧说。没人派我来。不说是吗？带他下去，让他好好想想。走，起来，走啊，快走。大伟，你去查一查这个陈倩到底是个什么人，越快越好。好的，杨总。
梁逸臻再不开口，就抓紧处理了。这个人留不得。杨总，我想好好活着。那你就得先死。这个地方还安全，只有我知道。现在可以告诉我密码了吧？我已经骗了我们的老大，现在咱们俩可是一条船上的，一人一半，怎么样？杨总，光知道密码不够，还得需要丁总那台军用电脑。只要你答应告诉我密码，其他的我来解决。委屈你。先在这儿待两天。哟，杨总，紧张什么呀？啊，干坏事了？没，那得聊个姑娘。真的啊，我看看啊，开玩笑。哎，说真的，那样的酒吧来了几个特别漂亮的姑娘，是吗？要不要去看看？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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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个，我这两天牙疼，我刚吃了消炎药。牙疼跟干姑娘有关系吗？那看上不就有关系了吗？行，懂了。别怪我没告诉你啊！哎呀，谢谢杨总。撩姑娘的时候，把门关好。哎，好。哟。方根正来消息了。今天晚上咱们出去转转。Give it up, give it up, give it up.
丁总的枪法真好，丁总你真厉害啊！宝贝有一条你微信，你们玩？喂，杨丽找我了，肯定为了电脑的事儿，要不要将计就计？是。 陈队，查到了。哎，杨丽原名张强，曾经在银行做过押钞员，后来抢了50万，携款潜逃了。张强，国内他的社会关系查了吗？查清楚了，他父亲去世，母亲病重，跟他联系的最多的是他的前女友，叫杨丽珍。杨丽珍的账户最近两年。 都有从 M 国打过去的定期的款项，我估计啊，很可能是杨丽打给他的。杨丽珍，如果强子不是判死刑，我愿意极力配合你们。非常感谢你的配合，我们现在需要你帮我们打一个电话。 郑队，家里来信了，杨丽珍已经答应配合我们引出杨丽，但希望保证她安全回国。好，你跟家里边说，只要她全力配合，我们会尽力的。哎。 你怎么来了？不是你说的，让我带着孩子给你远走高飞的吗？我没让你现在来。你不想见我吗？你要不见我，以后都不用见我跟孩子了。明天下午2点，水上市场，丛林咖啡间。
Your embassy contacted us, and we will give you full cooperation. 大使馆已经联系了他们，他们会全力配合我们抓捕。 I hope Mr. Zheng could lead this arrest, and my man Hong Tai will assist you. 本次抓捕，他们希望由你来指挥，并且派了洪泰来协助我们。嗯，一切顺利。所以说，这群人是冲着我来的。到时候，照片上的这个女人会打一把红雨伞，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保障她的人身安全。是。 突然就冒出来个杀手，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计划的？是，一定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难道是警局内部出问题了？也许是，也许不是。对了，你检查屋子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遗漏？都停一下，停一下！我告诉你们，现在公司进入非常时期，董事会决定。 所有老员工停止外出、停止休假、停止一切对外联系，所有新员工全部由公司统一管理。别说话，别说话，咋那么些废话了？走啊！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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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候更应该听话。阎宝哥，阎宝哥，我还有头猪没宰呢！刘美美，你要点脸吧？还有你们这群人，有手有脚，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非得骗人啊？你说什么呢？又不是我们把刀架在他脖子上的，那要被骗的是你们自己的亲人呢？
这就是一个吃人血馒头的公司，多少人家破人亡了，你们还帮着骗钱，良心过得去吗？你少在这儿义正言辞了，那些事儿你不也干了吗？先管好你自己吧。就是你连自己都管不好，你还管我们呢？这我没法干。什么意思？你还委屈上？你发什么牢骚啊？来这就没执法权，查什么查呀？我还没办过这么憋屈的案子呢。杨丽已经死了，线索已经断了，怎么查？哎，来，杨丽死了，你告诉我梁逸晨现在怎么办？我看这个方根正啊，肯定有问题。你看，你看，你早干嘛去了？现在才知道？怪我了？不怪你，这资料不都是你给的吗？你不也在那盯着呢吗？今天要行了，别吵了。我还不知道方根正有问题吗？我不知道没有执法权吗？难道我不知道警察不配合吗？要吵活你吵的。喂，整个搜查行动必须秘密进行。方根正要不要先关起来？不用管他，放长线钓大鱼。知道了。这边。是我，梁逸晨。梁逸晨，哎，找死我了！你怎么在这儿啊？杨丽把我关在这儿了。杨丽已经死了，现在整个公司业务都停了，整个楼都封了。哎，你先把那个包给我。丁总呢？丁总，哪个丁总啊？咱们公司丁总你不认识吗？梁逸晨，你先把包给我啊！快快快！你这样，你把护照给我，剩下东西你都留着啊！快快快！方老师，你现在马上给我报警。哎，好，好。梁逸晨，我手机啊落在办公室了。你放心，我是警察的人，我们肯定会把你救出去的啊！你先把包给我，快快快！方班长，你现在马上去找书记啊！哎，
你说好不容易查到点线索，这个杨丽又死了，我们接下来怎么办？监听设备不移除，还怎么工作呀？我觉得，先别移除，免得打草惊蛇。没准留着它，对我们价值更大。有什么价值啊？既然差点命都没了。从这个监听器上来看，我想那个杨丽背后一定还有别人。哦，方根正。你确定梁一晨没有危险？绝对安全，那个地方只有我知道。你说，梁一晨说的这个姓丁的，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真不知道啊，我们公司没有丁总啊。那杨丽也没有接触过姓丁的。这个我说不清楚，但是有一次好像有一个人来找他。我听保安说是姓丁，丁什么？这我真不知道。那他长什么样子？长得，我当时就看见一眼，长得个子好像跟我差不多，没啥特征啊。哦，对了，他停在公司门口那个车是挺扎眼的，是一个那个宝马的限量款，叫宝马 i 八。i 八。对，好。我们都清楚了，我看你可以回去了。啊，哎呀，那就太好了。但是我的护照还在公司呢。你回的就是赌场啊？我回赌场干嘛呀？保护梁一晨啊！梁一晨现在很安全啊，杨丽死了，你们应该保证我的安全呀。你现在很安全，如果他们想动你的话，你早死杨丽前面了。而且你认为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是你最安全的地方。况且，你答应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兑现。梁一晨，我已经找到了。那是你碰上的，对不对？你们说啥是啥呗。行啊，朱丹，效率不错啊。这限量的宝马 i 八就这一台，好找。车不错。出来了。这个姓很少，我认识的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商会的名誉主席齐念总。哦，那他是住在马吴山吗？是，住在这里的人呢，都是大官显贵。是这样，我们呢，想认识他一下，不知道这个周秘书长呢，能不能帮我们引荐一下？啊。齐总平时很少跟外面的人打交道，我们商会的活动他都不会参加。哦，老周，啊，你跟他熟，想想办法。是啊，帮帮忙嘛。对啊。好，那我想想办法。请，哎，来，谢谢。请稍等，好，你先忙。哎，
这儿好热闹，周总，齐总在哪儿？我们要不要去跟他打个招呼？哈，你不用着急，等一下会见到他的。你先去随便转转吧。好。哎，齐总啊，周总，最近怎么样？ 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 party。 90年代做过走私生意，后因债务纠纷逃到 M 国。 这地方通到哪儿？楚金。啊，谢谢。谢谢。 周总，嗯，这位是，啊，他就是南康警长，跟齐总是很好的朋友。管家，哎，哎，庄明日长，不好意思，齐总今天因为身体不适，不方便见客，让我给您带句话，实在抱歉。啊，没问题，你代我问候他吧。 忙活这么半天，结果这么容易就进去了，看来是我们想复杂了。倒是老周这次还挺帮忙的。哦，对了，郑队，这个南康和齐念祖关系好像挺近的。是啊。喂，郑队，你说，通过查齐念祖和断卡行动这条线。 转到一个名叫张雪的 M 国账户，而这个张雪现在就读于辅和大学，学生。被警察了吗？放心，其他信息我交给家里继续调查。好，我知道了，有消息随时联系。是他。 谁呀？ You cannot access your current status, so I will ask Hong Tai to assist you. 南康的女儿。南康的女儿？嗯。难怪每次都被他们先得手。这个南康愿意协助我们，只是为了更好的掩饰他自己而已。是啊。 为了更好的掩饰他自己，看来这个南康，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了。您看的真准，亚历根本没杀张一晨。这要是把警察杀了，麻烦大了。现在警察死盯着公司，我们还要在这儿处理张一晨，方根正不可能不知道。 要不这样，我弄个假梁一晨把他们引开，怎么做我再仔细想想。南康怎么突然跟我们合作了？他是为了保护自己啊。郑队，我们有把握掌握新盛集团的犯罪证据，找到幕后黑手吗？应该可以的。南康跟我说。 杨丽死了以后啊，这个齐念祖是心灰意冷，所以呢，南康说服了齐念祖跟我们见面，但是齐背后这个人实在是太狡猾了。为了避免再出现杨丽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保护好南康还有齐念祖。南康坏了我们那么多事儿，南康坏了我们那么多事儿。
能信得过吗？这回南康主动交代了在府河上大学的女儿，也是为了保护他女儿才跟我们合作的。三爷，起风了。现在严密的监视一下新盛集团，我马上过去找你。这样，咱们分两边走，你呢去大使馆汇报一下情况，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办法控制一下南康。我呢去找开宇。好。这会不会是梁逸晨啊？这样，你接着盯。我跟他们去看看。好。要找的人是我。遗憾呢，近在咫尺，抓不了我。再见。接下来咱们去哪儿？去码头，我也该过几天安稳日子了。Where's Nankang？ Nankang just received the report that you're in danger and already called for rescue.John, sir, he may be in danger. Nankang will be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malpractice. You're appointed as a new officer now. And to rescue Zheng Yi. Yes, sir. Are you okay? Yeah. Let me untie you. Give me the key. As long as you are safe. Sorry for having you start. Mm-hmm.
张队，没事吧？南康 ，this is the end。 哎，Hongtai， what are you doing？ 南康 ，you are under arrest now。 Take him away。 Mr. Zhen， glad to know that you are well。 We set the police force ready and can take action to Xinsheng Group at any time。 警方已经部署好了，马上对新盛集团进行搜查。好，密码到底是什么？你他妈说不说？这是我在杨丽办公室找到的。你他妈怎么不早说呢？陈丽，马上把陈警官带过来。快去！Finally find you. Don't worry, it's safe now. Thank you. Thank you. Now, tell us the password quickly. Only by entering the store can we know who is behind the scenes. Right. Password. 梁一晨，看看谁来了。梁一晨，倩倩，老秦，别动，别动，老秦。梁一晨，只要你把密码交出来，你们俩都会没事。其实我特别佩服你，帮我这么信任，我也很羡慕你，小两口感情好，这么大老远跑过来救你，所以啊，你用密码换他的命，值。你把你他妈的别动，别动！告诉我密码，密码。你坚持住啊！快点，快点！往后边坐，往后边坐，快点，快点！赶紧往后边，往后边，快！上上上！别堵在门口。哎，周警官，都差不多了。方老师，
上去。请吧。啊，对对对。郑队，南康的审讯结果出来了，他供出新盛集团的老板就是齐念祖，另外爆炸车辆的尸体也已经确认了，一个是齐念祖，另外两个是管家和司机。管家还有司机。Chinese police on this swindle case and launched a joint operation. We rescued more than 20 illegally imprisoned Chinese citizens. As the law enforcement, we will firmly crack down criminal activities. 梁一川居然没死啊！郑队，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给你们添乱了。也谢谢你们这次能过来救我们。你也不用想那么多，你的心情我们都很理解。其实我们大家现在想的是，这个案子还没有破，如果抓不到这个幕后的屠夫的话，我想他还会害很多人。现在表面上的罪犯能找到这个幕后屠夫的突破口，就是这些数据，还有我们已知的丁一凡。可梁一晨还没有醒，即使有了数据，也未必能锁定屠夫。而且这个丁一凡现在也彻底消失了。我们可以用它来试一试。接下来该怎么办？其实我刚进公司没几天，我就知道他们在搞杀猪盘。当时因为家里的事情，我欠了一身的债。我当时真的很难去拒绝。我心想，我就是个干技术的，我不去害别人。但当我看到那些被杀猪盘逼得去跳楼的那些人的消息的时候，我真的睡不着觉了。后来倩倩告诉我，他的表姐也因为这个事情进了精神病院，就彻底撑不住了。赶紧登录数据中心，赶紧。证据、数据，还有服务器的密钥都在我手里，这就是他想杀我的原因。
但是没有军用电脑，我无法锁定账户。我自己犯的错，我自己弥补。这次啊，真是麻烦黄秘书了。其实啊，都是周秘书长跑前跑后的。是是是，谢谢周秘书长。哎，我也没什么，就是打打杂。郑队啊，我今天才知道你们功德无量啊！没想到这么早就结案了。结不了，还要从梁一成口中啊获取重要信息呢。哎，你瞎说什么呀？这喝酒啊也堵不上你嘴啊！来来，喝酒喝酒，来来来，一路顺风啊！好，哎。放心吧，全搞定了，搞定了。白宇，你呢负责他们俩的安全，你带着证据到洪泰警长那儿商量下一步的计划，看看是否要实行抓捕。好。郑队，注意安全。Thank you.
周秘书长，这么早就来拜佛，够虔诚的。正对，你怎么会来这里啊？有一句话，想不明白什么意思，所以就过来请教请教大师。哦，是什么话？心不动，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啊。我哪里懂啊？聊聊你就懂了。我们一直以为齐念祖和南康是亲密的伙伴，没想到你才是齐念祖最亲密的朋友。我们只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老周，你就别装了，你就是我们要找的屠夫。什么屠夫？我就说我们这个屠夫怎么这么神通广大。原来我们一下飞机就被你盯上了。李组长进吧。啊，这蚊子还挺大的。这里的蚊子很厉害的，有时候会咬死人的。你还送了我们精心设计的窃听器，你早就知道方根正在为我们工作。我查了方根正，但是没什么异常。但是你巧妙地用它试出了阳历，而且你也够狠，猜到阳历有二心，就毫不犹豫地把他给杀了。但是你万万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地锁定了丁一凡，所以你只能用丁一凡抛出了齐念祖，用这只替罪羊引开我们的视线，我们只能是将计就计，也是为了保护他女儿。齐念祖万万没有想到会被自己的老大干掉，而你这个真正的屠夫，绝不允许有任何的隐患存在。从他们跟你干杀猪盘那天起，就注定了他们是死路一条。可是有一个地方我想不通，你凭什么认定我就是屠夫呢？嗯，你的确做得很完美，而且给自己设计了多道的防火墙，看起来跟杀猪盘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百密必有一疏，先里边请吧。啊，你恰恰忽略了自己身上的味道。我身上的味道，打个喷嚏就可以做证据了吗？给你看一样东西。你别急呀，你如果早一点杀了我，就没有今天这个事儿了。可惜有点晚了。现在的中国越来越强大了，当年湄公河大案震慑所有人，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动你们中国警察。我设计了齐念祖和南康，掩人耳目，给你们早日结案。没想到你死咬着我不放，你自己搞成这样的，这一次你没有那么幸运。把枪放下，别动。Freeze! Put the gun down!
心不动，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我想这句话你已经完全明白了。放下枪，也许还能留条命。Proceed.这些东西有了它，就有无数无数的人为你卖命。郑警官，再见。来，
go over there. Zhou Gui.您好，这位先生，这里是符合示范诈中心。了解到您最近有登录过投诉网站是吗？啥911？反诈中心已经确认这个网站是诈骗网站，请不要再次登录。如不能提出，建议您马上到当地公安机关报案。该网站通过什么方式获得？就网上朋友推荐的呀。那么您正在遭遇的是网上交友诈骗，诈骗团伙通过骗取你的信任，将你引入到博彩、理财等诈骗平台进行充值，目的就是为了对你实施诈骗。在这里，911提醒您，当网络交友平台涉及到资金往来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天上不会掉馅饼。所谓低成本高回报，往往都是骗人的幌子。您好，这里是911符合市反电信诈骗中心。根据反诈中心大数据提示，您最近连续接到境外诈骗电话，我们有义务和责任提醒您，无论对方提出任何形式，请不要擅自汇款。如有其他问题，请立即拨打110。